哎，那我不如上哟。啊，来坐啊。部落长则心怀感恩地接下一包大米，这是一位邱姓善心人士在岁末年终时刻赠送金峰乡400斤共200包大米，希望送达到乡内谷苦家庭长辈以及各文件站长者。为了让这份爱心可以顺利传递到需要被帮助的家庭，金峰乡长是特别到府转赠。这些米呢，过去是因为心系着我们70岁以上这些长辈们。在家里希望他们也有一个存在的价值。当然除了长辈之外，我们对一些家庭困顿的学子，我们也给予一些帮助。虽然只是一包米，但对部落族人来说却是重要的生活食物来源。收到大米的长者们脸上也充满笑容，感谢善心人士的资助关怀。很多心里爸爸关心，真的还蛮难看。那个米的厂长给我们做，我们也很高兴啊，马上喽。金峰乡长表示，原乡地区生活资源缺乏，大多以老人、小孩为主。透过与社会资源的连结整合，传递到部落族人身上，也期望让这份爱心能在岁末寒冬温暖受助者的心。原视新闻吴俊台东金峰采访报道。